亲爱的宝贝，感谢主，让我在6年前认识你。我们的爱情虽然没有璀璨华丽的烟火，但却是满满的平实与幸福。从交往到现在，已经有1800多个日子。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容易害怕，有时候遇到事情就会紧张慌乱的人。但是无论我多么的慌乱，多么的紧张，情绪多么的不稳，你都愿意为我挺身而出，都顾及到我的感受，让我很有安全感。谢谢你，总是陪我在低潮的时候给我鼓励，总是当我最忠实的听众却不批评。我的人生因为你而完整，未来我会好好牵着你的手，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。我爱你。圣经上说，丈夫是头，当头的就有责任，而你今天愿意把这个责任担起，走在前面，那我也愿意做你背后永远的支柱。感谢上帝，我爱你。然后我是负责计时的，大概1个小时吧。那个有事先走。我帮给你们一个小时。温柔婉约。我那你不认识我了，下一位。你是讲很难吧？很难吧？对，18岁。谢谢你。准备一份小小的礼物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礼多必炸。新娘的这个。很普。我跟你说，你今天晚上洞房还可以再用一次。三大瓶。比较紧张。我们要停止，赶紧加一瓶来！你在关注，再加一瓶，再加一瓶招牌。我好辛苦啊！就不想让你娶到新娘的意思。被媚眼，被媚眼电晕。哇！这是什么动作？跳。这是什么运？你在做河南，河南。萌啊！看到女儿这么高兴的出嫁，我想这个婚姻它是很美满、美满、很自愿的，没有什么抱怨的。那么当然，婚姻这个路很漫长。我们走了70年，我们有很多的经验，两位互相的包容、互相的关爱，点点滴滴，这个才是长远的。今天终于要嫁出去了，那也请你们要好好照顾你们的身体，好平安健康。两家人变一家人，一起都会很开心快乐。小朋友，包容一下啊、哦。我很了解他，以后要跟杰克好好相处，知道吗？啊，这是一条遥远的路，这是以后你必须做到。太太以后又要做妈妈，角色很多，啊、哦，知道。祝你幸福。